人谢依霖结婚后生下一对儿女，移居花莲，短暂淡出演艺圈数年，直到今年终于再度复出。然而近日，他却突然晒出一张手上都是淤青的照片。只见谢依霖举起右手，手上满是淤青，脸上也露出痛苦表情。但他并没有说明受伤原因，只留下一句：“记录一下这个勇气勋章。”引来许多粉丝担心留言关心，也有人猜测被家暴了。而至今，他本人仍未回应发生什么事。事实上，谢依霖在2个月前曾分享对暴力的看法，他提到语言暴力也是一种暴力，无形的暴力没有比较不伤，也感叹讲过的人可能会忘，听过的人肯定不会忘，就像被打的人绝对不会忘一样，让粉丝不免担心他的身心状况啊。